场就大跳舞猫舞。57岁的林美秀化身 Lady 胖胖，正式跨足歌坛。不过筹备过程却相当惊险。我整只右脚在拍 MV 的时候肿得多大，这只有多大，它就有2倍大。然后整个血不能，而且全部都是凹坑，莫名其妙的凹坑。我本来是左脚有问题，他后来跑到了右脚。为了上镜和穿衣服好看，林美秀动念减肥，去打瘦瘦针，一个月瘦了7公斤，没想到却因为这样瘦出问题，更被诊断出罹患罕见的血友病。我好像有那种休克型的贫血，然后医生看了指数说你必须要住院。努力筹备新专辑，好人缘的林美秀跟一口气邀请谢明佑、彭佳慧和陈竹生跨刀制作，而选在6月6号生日时发片，背后也有催泪故事。啊，你若介意爱偌侪新杯哦，然后一般一个字一个人头，那我就心里想他应该很喜欢，对，所以我就决定我们不管怎么样，一定要6月6号母难日那天。我来纪念他。唱出对逝世妈妈的思念，林美秀也笑称整个过程就像经历生孩子，终于体会怀胎10月的辛苦。首度跨界当歌坛新人，把几十年演技功夫融入歌声，也带给听众不同体验。三线李文王佩华台报道。